好，谢谢大家来听我的讲座。就像刚才介绍的一样，我呢其实是在中国上海出生，但是呢我跟着我的父母呢，后来到高中毕业以后就到了美国来，所以我在美国读的这个大学和医学院，所以我是传统意义上的西医。我对中医呢是没有很多的了解，那我也希望今天这个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有一个可以有一个交流、互相学习的机会，那可以交个朋友哈。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有合作的机会呢，可以一起来让我们的病人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病人能够更加健康。那就像刚才那位谢医生是吗？刚才谢医生介绍了，他都已经讲过了，就是我呢，我叫徐安林，我是一个过敏和哮喘专科的医生。所以在美国呢，因为80%的这个哮喘呢是过敏性的哮喘，所以我们过敏科医生和肺科医生呢都是治疗哮喘的专科医生。那我现在任职的这个诊所呢叫南湾过敏和哮喘专家诊所，South Bay Allergy and Asthma Group。 我们现在诊所一共有四位医生，我和另外两位医生呢是这个诊所的 partner， 就是这诊所的这个合伙人。那我们诊所在 San Jose， 在主要是在南湾，在 San Jose 呢，这个 O'Connor 医院和 Good Samaritan 医院呢有两附近有两间诊所，另外在那个 Mountain View 的 El Camino 医院旁边也有一间诊所。我们四个医生都是专看过敏和哮喘方面的，所以你们今天呢，这就是有一点有关一些关于我自己的 information 哈，所以你们今天知道今天来的这个人到底是干嘛的。那我在美国呢是有这个内科和过敏两个专科的这个行医执照，但是现在呢是专门看，只是看过敏和哮喘专科。那我是在上海出生的，在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读的大学和医学院，然后到各个学校去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住院医生的这个 training， 包括耶鲁大学、UC Davis、Stanford 和 UCSF。那在 training 的期间呢，也得过一些奖项，其中包括从这个 NIH 和这个美国过敏和哮喘专科，就是我们的学会的这个奖项。那现在我是在美国过敏和哮喘专科学会和这个学院的这个 fellow， 不知道怎么翻成中文哈，应该是。也许是像是院士一样的吧。那今天既然我是一个过敏科医生，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关过敏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过敏呢，是由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是由这个我们人的免疫系统来传导的。那所以我们要讲这个有关过敏方面的话题呢，就首先要讲一下这个免疫系统的构造。然后所以我第一部分的这个讲座呢，就是讲一下我们免疫系统是如何构造的，然后这个过敏是怎样产生的。 OK， 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人的免疫系统可以从它的功能上面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部分呢叫 innate immunity， 是 non-specific。 它 non-specific 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特别的针对性。要知道我们人每天活着其实挺不容易的，每天都要接触到外界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其实这些外界来的东西呢，很多是有一些是对我们人体有害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人体自身产生的一些东西，对人体有害的东西，比如说癌症细胞。所以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呢，就好比一个国家的这个国防部和他的军队，他每天就在这里巡逻呢，就是要帮我们把这些对人体有害的东西一一消灭掉。所以 innate immunity 呢，它是没有针对性的这个免疫系统。
那第二部分的免疫系统呢，就是叫做 adaptive immunity， 它呢比 innate immunity 呢要高级一点，它是有针对性的。你们希望我坐下来吗？是不是坐下来你们看得比较清楚？可以坐下来。OK， 坐下来我也 relax 一点哈。OK，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 adaptive immunity， 它是有针对性的，就是它可以看到一个入侵的这个外来有害的物质，然后有它可以针对某一种物质去把它消灭掉。那 innate immunity 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天生来的这个 physical 和 chemical 的 barrier。 这是什么呢？ physical 就是它的物理上和化学上的，就是把你的人的机体和外界分开的这层屏障。那这其中这个 physical barrier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天生下来生下来的这张皮，就这层皮肤啊。其实我们这个皮，因为有了这个皮肤呢，就把人的这个内部机体跟外界分开，其实绝大部分的对身人有害的外界东西都被挡在了外面。所以当皮肤生病的时候，这个回音很大。当皮肤生病的时候呢，当皮肤如果这个 barrier 被破坏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会非常容易生病。我们都知道烧伤的病人哈，如果他身体的皮肤有大面积的烧伤的时候，他很最大的容易得的一个什么呢，就是他会得到外界的这个感染，产生败血病啊，所以这对他是生命是最有伤害。所以我们这个皮肤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人体还有一些其他的器官呢，它是不是由皮肤来覆盖的，而是由黏膜组织，尤其是一些专司吸收的器官，比如说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肠胃系统，眼睛和鼻子。其实我们的肠胃系统从这口腔一直到最后排泄的肛门，这整个这一条管子啊，全部都是由黏膜组织来覆盖的。所以黏膜组织呢，它也起到皮肤的这种隔绝的作用，但同时呢，它还可以允许这些好的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可以被身体吸收。那这个所谓这个天生的这个 chemical 的 barrier， 就是化学成分上面这个屏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组织自身分泌的很多的这个一组化学物质，它们统称为 defensin。defensin 顾名意思，它就是帮助你身体去 defend 你自己的。那它其实就是我们人天然带来的抗生素。其实我们人的皮肤啊和我们的黏膜组织天生就会产生很多的抗生素，它在这些细菌和病毒进入身体之前就把它杀死了。所以呢，当这个 defensin 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病人很容易得一些皮肤的毛病，像过敏性的皮炎啦，接触性过敏啊这些问题。那这个innate immunity 呢，它的还有其他的组成部分呢，比如说一些吞噬细胞叫 phagocytes， 那其中是 neutrophils 和 macrophages 是比较重要的。这些细胞呢，就是直接它看到这个细菌来，它不管它是感冒的 virus 啊还是什么样的细菌，它就把一口吞掉，然后把它消化掉，所以它叫做吞噬细胞。那这个免疫系统呢，它的这个细胞和细胞之间还要互相有要传递信息，对吧？就像一个军队，这有一个是士兵发现有入侵者了，他不仅自己要武装起来要开始跟这入侵者要战斗，他同时要告诉他所有的朋友，他周围的其他的这些细胞，让他们也能够激活，也能够开始工作。那这一类的化学物质呢，就叫做 cytokines。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这个 innate， 就是这个没有针对性的这部免疫力的它主要的组成部分。那这个 adaptive immunity 呢，是就是比较高级的免疫系统。其实像 innate immunity 呢，一些比较简单的生物它们都有，像很多的这些单细胞的生物，甚至比较 low level 的没有脊椎的生物，它们其实都有 innate immunity。但是这个 adaptive immunity 呢，它只有在比较高等的脊椎的动物里面才有。
那像我们人类也是如此。那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 adaptive immunity 最主要的细胞呢，是以人的淋巴细胞为主，这是它的 center。 淋巴细胞又分为 B 细胞和 T 细胞，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这个功能，但它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个 T 细胞，它看到外面跑进来一个 virus， 一个病毒，它看到了以后呢，它就认识这个病毒以后，它就被激活，然后它就像孙悟空一样，一变就变出了很多个分身，它就开始分裂，分裂出很多了以后呢，然后它再告诉它周围其他的 T 细胞一起来攻击这个入侵的这个病毒。那在这个战斗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细胞，免疫细胞就会死亡，就会牺牲。但是当它这个战斗结束，它战胜了这个入侵的这个 virus 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 T 细胞会转化为记忆细胞，叫 memory cells。 这个 memory cells 呢，将来就可以回到我们的骨髓当中，在里面存活非常长的时间。要知道我们的一般的淋巴细胞大概只能存活大概几个月的时间，而这个 memory 这个记忆细胞可以存活到20年的时间。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到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人的免疫力哈，免疫力在哪里。其实你想，一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他没有接触到很多外界的这个入侵物，他就很容易生病，对吧？小孩子刚生出来，一天到晚感冒，一天到晚发烧。但他这个人慢慢长大了以后，他就比较少感冒，比较少发烧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段，从他小孩子到成人这段时间里，他不断地接触到外界的这个这些可以对人体有伤害的东西，他慢慢储存越来越多的这些 T 细胞， specific 的 T 细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怎么样 develop 你的，怎么样发展你的这个免疫力，怎么样 develop 你的免疫力。其实我们讲叫做 immune repertoire， 就是这个免疫的这个不同的一小股一小股的这些 specific 的这些细胞。所以我们刚才讲呢，就是 T 淋巴细胞，但是 B 淋巴细胞呢，也是可以对外界的入侵物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工作。但是它呢，不像 T 细胞是冲上去就把这个细菌或者 virus 把它杀死，反而呢，它会产生一些我们常说的抗体。抗体呢，在英文里面叫 immunoglobulins， 免疫球蛋白。OK， 那它呢，产生这个抗体呢，也是针对某一种细菌或者是 virus。那当然这个 adaptive immunity 它产生的这些信息物质 cytokine 就是属于 adaptive immunity 这个 group 里面的这部分里面。所以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医学院，我在医学院里面学的这一整科的这个免疫系统这个课程啊，就把它浓缩在这一个 slide 里面了哈。 OK， 那这里面呢，就是下面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细胞组成。其实所谓的免疫细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白血球。那白血球都是在哪里产生的呢？都是从人的骨髓里面分化产生的。那白血球呢，这个骨髓里面的这个干细胞呢，可以分裂成很多不同种的这个免疫细胞。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在今天因为讲的是跟过敏有关的这个免疫系统，所以我们今天只 focus 在一些跟过敏有关的一些免疫细胞上面。所以在这里面呢，有跟过敏有关的，有密切相关的，有四种免疫细胞。一种呢叫 mast cells， 巨噬细胞。另外一种叫 eosinophils， 这个中文我不太知道，好像叫嗜红细胞哈。嗜酸性细胞。OK， 嗜酸性细胞。
然后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胞，这个四种细胞呢是跟过敏最有关系的免疫系统的四种细胞。好，那我们下面就讲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敏。那讲什么是过敏之前呢，我们先要讲一下，就是说免疫功能这个它的这个adaptive immunity 它是怎么样工作的。就是当这个我们先说，比如说有再讲一个 T 淋巴细胞哈，我们还是以 T 淋巴细胞作为一个例子。我们的免疫细胞呢，它不是每天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等着外界的东西来侵入，它其实是非常 active 的。这些淋巴细胞每天跟着这个血液啊，就到全身的各个地方，它一直在不停的巡逻。然后它看到一个物质呢，它就会去上去跟它 bind 一下，跟它结合一下，看看能不能抓得住。就好像把人这个警察呀，在这个街上巡逻呀，看到谁把他停下来查查他身份证一样。 OK 那当这个淋巴细胞呢，他看到一个物质的时候，他首先要做一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呢，就是说这个物质到底是我自身的呢还是外界的，是 self 还是 foreign。 OK 那他其实我们的免疫系这个系统每天要做成千上万许许多多的判断，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精确的，但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出错的时候。当这个免疫系统它在自身和外界的这个判断中间如果出错的时候呢，这个病人就容易得一系列的病，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型的病，叫 autoimmune disease。比如说像红斑狼疮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硬皮病啊，这些呢都是属于自身免疫型的疾病。那当他发现这个他遇到这个物质呢是个外界的物质的时候，他下一步再要做一个判断。他这个判断就是说这个外界物质到底对我是有害的还是无害的。其实我们人体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的外界物质对人都是无害的。比如说空气当中飘的花粉，它又对你怎么样，没什么伤害，对不对？那我们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对人是没有伤害的，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其实都是外界，对我们人来讲都是外界的物质，它们不仅对人无害而且对人是有益的。所以这个免疫系统下一个判断呢，它就是判断这个外界的物质到底对人是有害还是无害的。当他这个判断错误的时候，人就会有过敏了。所以过敏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免疫系统对外界本来无害的东西把它当作有害的东西去攻击，那人呢就产生了一种过敏型的反应，就叫做 allergies， 就是过敏。那这些呢能够引起过敏性反应的这些外界物质呢，就统称为过敏原 allergens。那过敏呢它有一些特点。首先呢它是后天的，没有人，其实当一个小孩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因为他除了他自己的身体的物质和妈妈体母体内的物质以外，他没接触到外界的东西，所以理论上来讲，实际上也是如此，就是说他生下来的时候其实上对周围所有东西是不过敏的。那只有在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接触到外界的物质，然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决定对这个某样东西过敏了，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过敏呢它是后天生成的 acquired 的。那一旦人的免疫系统对某一个外界的物质有了过敏性反应以后，他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他就会走向这个过敏的这条路。所以呢比如说一个病人他第一次开始对花生过敏，那他在以后每次吃花生的时候他都会有过敏性反应。所以这个过敏性反应呢是 predictable， 它会重复出现的。那有的时候呢过敏性的反应会发生的非常的迅速，尤其在我们常说到的一些食物过敏可以引起的这种严重的全身性反应的时候呢，它可以在
半个小时之内甚至可以致人于死亡。你们大家都有听说过有些花生过敏的病人哈，吃了花生了以后就非常严重的反应，他这不仅是很严重而且很快，他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如果不得到治疗的话，他这人都可以丧失生命。那这个过敏呢，它的这个免疫的这个活动呢，主要是由巨噬细胞 mast cells， 还有一种特殊的免疫球蛋白，一种特殊的抗体叫 IgE 来传导的。OK， 好，那下面呢，我讲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过敏，它我们都知道过敏是一个很常见的病，那它到底是有多常见？其实在美国哈，你看不同的统计数字，曾经有过这个 NIH 的统计数字说，美国 up to 一半的人有过敏的现象。在美国大概有4000万到5000万的美国人有 suffer， 就是过敏的症状。那常见的过敏病有哪些呢？其实因为过敏是我们免疫系统传导，所以它可以跟着你的血液到人体的任何的器官去，所以事实上理论上来讲，人体的任何器官都有可能有过敏性的反应。那在这里呢，我就有一些这个，因为小孩子当中的过敏哈比成年人还要多，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照片。这个孩子你看不太清楚，因为 我想把他 privacy 的缘故把他眼睛给蒙起来哈，但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的下眼皮很肿，然后呢他这个有黑眼圈，这个其实是一个有过敏性的角膜过敏性结膜炎的病人的照片。那这两个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小孩子，就是这个小孩呢他是有过敏性的鼻炎。那么过敏性鼻炎的小孩经常会怎么样呢？他经常会揉鼻子，因为他鼻子很痒，然后经常有流鼻涕。所以我们在过敏科上面讲，这个小孩如果这样子老去揉他的鼻子啊，这叫 allergic salute， 那是过敏的敬礼啊，因为他好像在跟人敬礼似的。那这个孩子呢，你可以看见他有什么特点呢？他的嘴巴是张着的，他在张嘴呼吸。那过敏性病人他一个很重要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很重要的就是他鼻塞呀很严重，所以他很多时候呢，这个病人不知不觉就开始张嘴呼吸。所以我现在在外面走的时候，我经常就看着我在路上的行人哈，你看这个病人有过敏，那个病人有过敏，那个人肯定有过敏，就一看到他嘴巴一直是张着呼吸，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有过敏性鼻炎。那在这里呢是三张过敏性的皮肤病的照片。第一张呢是这个孩子呢就是有这个湿疹，或者是叫做过敏性的皮炎，英文呢叫 atopic dermatitis， 或者是 eczema。这是在孩子当中，尤其在婴孩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病哈。那这第二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荨麻疹，或者俗称风疹块。那它呢叫做 urticaria， 或者是 hives， 就是我们在西医当中的名称。它也是过敏性皮炎的一种表现。那下面这个孩子呢，他有的我们叫做 angioedema， 就是血管性水肿。那他呢也是严重的这个过敏性皮炎的一种表现。那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30%的成年人有过敏的症状，但是在孩子当中40%的孩子有过敏的症状。所以在孩子当中过敏的人数比成年人多得多。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说是因为孩子长大了过敏会自然消失呢，有一部分会自然消失呢，还是说因为在美国这个过敏的趋势是越来越多。那其实小孩子们比我们再晚20年了、30年了、40年了，所以他这个过敏的人数比较多。这一张图呢是我们在就是西医的这过敏学科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张图，叫做 atopic march， 叫做过敏进行曲。它所表现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
不是，就是很模糊的一个定义，一个概念，就是叫所谓的过敏性的体质。那到底什么是过敏性的体质？我觉得大概最好的解释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人，他如果处在同样的生活环境当中，跟另外一个人完全一样，他比较容易得过敏，那他就是有过敏性的体质，对不对？那这过敏性的体质呢，其实它是跟人一部分呢是跟人的基因有关系的，是从我们的这些基因里面带来的。那当然跟他在以后的人生当中接触到的东西也有关系。那过敏性的体质在孩子当中是如何表现的呢？其实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个过敏性的体质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这个0岁到1岁中间，过敏性的体质主要表现为食物过敏和过敏性皮炎，像湿疹啊、这些的问题。就算你不给他们任何治疗，随着年龄的那个增长，这食物过敏的几率呢，会发病率呢，就是比例呢就会越来越小。同样的，这个过敏性皮炎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但是在这些同样的病人，这同一个这个 group 的病人当中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这个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所以这个我们就叫做过敏进行曲，就是过敏性体质在孩子当中，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不同的表现。OK，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过敏呢，它可以随着，其实随着它这个血这些细胞啊，可以随着血液到全身各处去，它可以在身体的任何的body system， 就是我们的器官吧，器官系统里面表现出来。那最常见的器官系统会因为过敏有病的呢，一个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和过敏性的角膜炎，这是最常见的过敏病啊，也是我们俗称的花粉热。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过敏性的皮肤炎，其中包括这个风疹块，就是这个荨麻疹、湿疹和接触性过敏皮炎，然后过敏性的哮喘。Anaphylaxis 呢，就是它是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当人的过敏性表这个反应非常强烈的时候，它可以有全身的各个器官系统在同样时候一起有一个严重的过敏性反应，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叫做 anaphylaxis。这些病人呢，很容易，这是最危险的过敏病人，他们是这些比较容易出现生命危险的。OK， 好，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根据身体的器官系统来划分。那下面呢，我们根据这个过敏的东西不一样来划分。所以过敏呢，可以对空气当中的东西过敏，比如说像花粉呐、尘螨呐、霉菌呐、这个小猫小狗的皮毛啊，这些东西可以引起过敏。食物呢也可以引起过敏。然后那些可以蛰人的那些东西，那些小昆虫也会引起过敏，比如说像蜜蜂啊，有的人因为蜜蜂叮了一下，就全身过敏性反应就死亡了，这在美国每年都有的。蜜蜂啊、马蜂啊、黄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从墨西哥来的，沿着这个南加州一直在往上推进的一样东西，我们现在听着都在喊，就是火蚁。火蚁不知道在这儿有没有到在那个德州住过的人哈，在德州住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火蚁啊，在地上经常就鼓起一个小包，一脚踩上去，这个蚂蚁就顺着腿就往上爬，它是会蜇人的。在蜇人了以后，不仅会很疼，而且有的人对它过敏，会有全身性反应。那还有人呢，对药物过敏，对，还有人呢，对我们人体接触到了外界的化学物质过敏。OK， 再往下讲哈。OK， 那我在看病人的过程当中，这个最常见的一个中国人问我的有关过敏的问题是什么？大家不知道，想猜一猜不？中国人最常见想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中国的病人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徐医生啊，我为什么在国内的时候从来不过敏，我到美国来就过敏？或者就是说，
他其实我原来在国内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敏这回事儿，到了美国来这么多人过敏。那他这个说的呢，他其实说的是一个是在全世界被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你知道这世界卫生组织呢，每年呢就会到全世界各国呢去查不同的这个病的发病率，所以呢他们也查这个过敏的发病率。在2001年的时候，他出了一个很大的 report， 他们就说在2001年的时候呢，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这过敏的发病率呢是20%-30%，在台湾过敏的发病率呢10%，在大陆过敏的发病率5%，然后呢，在这个非洲国家呢 ，either 是没有 data， 或者是就没有 report， 就发病率非常的低。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其实这个在过去的这20年当中啊，这是在过敏和免疫学科里面最大最好的一个话题。我就跟病人，我跟我的病人说，我说如果要是我知道真正为什么你说的这个在国内有过敏，在这儿没有过敏，在这儿有过敏的话，那过20年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就一定是我得的了。所以现在呢，经过这么多的研究，他现在得出来一些结论。那最 popular 的一个结论呢，就叫做 the hygiene hypothesis， 也就是说卫生假说。那他这个卫生假说的，就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呢，他就说，在这个欧美国家呢和比较发达的国家呢，公共卫生比较好。公共卫生比较好呢，所以你环境当中每天接触到的病毒啊细菌就比较少。然后小孩子呢从小就打各种各样的预防针，对吧？为了预防他这种特别严重的这些传染病，像什么脑膜炎啦、这个肝炎啦、肺炎啦这些东西。那所以呢，小孩子呢小的时候也不生病。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抗生素很发达。这孩子一旦有生病了呢，马上这医生就给他抗生素，就把这细菌给杀死了。所以这个小孩子的免疫系统呢，没有需要去经常去工作。所以简单来讲，他不去工作呢，他就每天待着没事干，他就去找一些没跟他无关紧要的东西去攻击，所以就过敏了。哎，你们都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笑哈、啊。但真的，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子的。很有意思。所以中国有句术语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说的绝对对，我最后有一张 slide 就是在讲这个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其实这个假说呢，我们在这讲的很轻松哈，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被研究过，说明就是它是有很多的这种观察性的研究，从间接的证明这个假说确实是正确的。而且呢，它呢从免疫系统的工作的角度来讲也能够解释。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免疫细胞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它就像这个军队的指挥官一样，这个细胞呢就叫做 T helper cell， 它是 T 淋巴细胞的一组。那 T helper cell 呢，它可以分化为叫 TH1 或者 TH2。 TH1 的细胞呢是专司进攻这个病毒和细菌的细胞。 TH2 呢是在古代的时候呢专司进攻这个寄生虫的细胞。那现代人呢，因为我们住的这个环境比较好，没什么寄生虫了，所以他没事干呢，他现在就是去专门去管造成过敏。所以 TH2 呢是比较容易造成过敏的。那当这个 T helper cell 刚刚从这个骨髓分泌出来，就是分化出来呢，它是没有分化的细胞，叫做 naive cells， 它还没有说我要去 TH1 还是 TH2。 那如果这个 naive 就是这个没有分化的细胞在外界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呢，大多数会变成 TH2， 就是引发过敏的细胞。
只有当这个 T helper cell 这个没分化的细胞被接触到大量的外界的这个细菌和病毒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 TH 就是这个人呢就会把这 TH 更多的 TH cell 呢就变成到 TH1 的部分去，所以这样的相对来讲 TH2 的细胞就会比较少，它就会比较少的产生过敏性反应。所以这个呢是从这个从我们免疫系统的工作的角度来讲，其实也是可以解释的。所以这个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呢，还是有这个免疫学上面的这个道理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呢，也是试图来解释这个为什么这个过敏在各不同国家的差异哈。那其中也有人说呢，也许就是因为欧美国家这个植被覆盖比较多，到处都是树啊花啊，那这小孩子一生下来每天就是住在飘沫发粉的这个环境当中，所以他就比较容易有过敏，所以这也是一种解释。还有人说呢，我们吃的东西里面有太多的饱和脂肪酸，然后呢我们太多的人每天都住在房子里面不接受阳光，维生素 D 缺乏。那这两个呢也在一些研究里面被 suggest， 就是说被说有可能跟过敏更多的产生有关系。 OK， 好，那个 hygiene hypothesis。 那下面呢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有关这个 hygiene hypothesis 的一些，就是这个卫生假说的一些研究，就是说从实验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这个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有道理的。那这张图呢就是在2002年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就是在美国最有权威的西医当中最有权威的这个医学杂志啊，在这里面发表的一个就是population study， 就是人群学，就是跟踪人群的一个研究。他们发现这是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从1950年到2000年，主要的传染病都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比如说甲型的肝炎、 A 型肝炎，再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肺结核，然后这个是什么？心肌炎是吧？风湿热，这些呢都是处于在一个很这个下降的趋势。而从1950年到2000年呢，跟免疫失调有关的疾病，比如说自身免疫型的疾病，像是 multiple sclerosis， 我们现在知道type 1的糖尿病和这个 Crohn's disease， 这些都是自身免疫型的疾病，他们都是去呈上升的趋势。这其中呢包括过敏性的哮喘也是处于上升的趋势。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这个从人群的研究来讲，当你这个好像在这个严重的这个感染传染病在下降的时候呢，免疫紊乱的疾病呢就开始在上升。那这个是在British Medical Journal， 就是英国的医学杂志上面发表的文章，这是我们可以说是第一篇，或者是 among the first 提出这个卫生假说的这个文章。它是由这个 Strachan 的这个医学家在英国，他 follow 了一共17000个孩子，从他出生开始，一直 follow 他到他23岁。那他在看的是什么呢？他就看这个家里啊到底有多少兄弟姐妹跟这个过敏有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家里兄弟姐妹一多呢，这小孩就很容易生病，对吧？他很容易感冒，所以你有个小孩有一个兄弟姐妹感冒传染回家，马上就传给所有其他的孩子。所以他发现如果你是独生子的话，就没有兄弟姐妹哈，如果你是独生子的话呢，你在1岁以内有过敏性皮炎的可能性就是6.1%。在23岁的时候，你有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性呢20.4%。如果你家里有很多兄弟姐妹4个以上，那你在1岁的时候得过敏性皮炎的可能性呢是2.8%。
然后呢在23岁的时候有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性呢才只有8.6%，所以这个数字呢可以降到一半以上。而这个当你家里的这个兄弟姐妹是1、2、3个呢，这个数字呢都是在中间的位置。其实我们就发现说，他就发现说，哎，这个兄弟姐妹越多过敏越少，是不是因为他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小孩子把这个感冒病毒都带回家里来，你感染越多过敏就越少呢？那下面呢就有人就做了另外一个 study， 就是看托儿所，说那如果这种解释是对的话，那你家里家里如果没有兄弟姐妹，那你如果去托儿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保护性的作用？那他呢就是找了这些呢家里头只有最多两个孩子的不超过四个人的这个家庭，然后就看他们什么时候去托儿所。那这些数字呢都是跟1岁以前去托儿所做比较的。他发现如果你要是从1岁到2岁之间去托儿所的话，你这一生当中得花粉热，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性呢就是1.80倍，就比这个1岁以前去托儿所呢要高80%。但是如果你是2岁之后再去托儿所呢，你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比例呢跟1岁以前比呢就是3.63倍，所以3倍半以上。所以这个发现说呢，哎，托儿所呢好像去托儿所呢也能够保护，早去托儿所也能保护这个小孩让他不得过敏。所以呢就更有人相信说有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有很多的接触很多的细菌和病毒呢他过敏就会比较少。那后来呢在欧洲出了很多的研究，他们这个研究呢就是看这个城市孩子和乡村的孩子。你知道这个在欧洲啊，这个乡村呢、啊、跟我们中国的农村是不太一样的。他们欧洲的很多的这个 farm 嘛、啊、它是养殖牲口的，所以它养很多的牛啊羊啊，它主要是畜牧业的。所以这个住在乡村的孩子，你知道这些牛啊羊他们都是不是很干净的，对吧？就是说随地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所以这些孩子呢他住的环境当中这个细菌呢就是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就发现住在城市里的孩子比住在乡村的孩子过敏发病率要高得多。你像城市里的小孩这每天就是家里又擦又扫的，是吧？那我们跟着每天就跟着这个孩子背后说，哎，不要碰那个什么垃圾桶啊脏啊，他不要去摸电梯把手啊脏啊，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他们就住的这个环境比较干净。然后他们就说那住在乡村的孩子为什么他那个过敏会比较少呢？确实是因为有细菌感染的缘故呢，还是说在乡村的孩子他吃的东西不一样，他受的太阳光照射比较不一样，其他的原因？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孩子再分了一些类，就是这个人呢他在 Lancet 发表了这个文章，他把这些孩子再分了类，他把它分成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小孩呢，有的人呢他住的房子旁边就是牲口栏，就是这个羊圈猪圈什么，就是跟他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还有的呢因为他们养牛养羊啊，他挤了牛奶出来直接就喝。你现在去超市去买的牛奶全部都是高温杀菌过的，对吧？里面是完全没有细菌的，但是他直接从牛挤出来的牛奶它里面是富含各种各样的细菌的。那他呢就是根据这些孩子呢在第一年他出生之后的第一年当中，他家的房子旁边是不是直接就有这个牲口栏这个猪圈羊圈，然后他是不是喝呢没有高温杀过菌的牛奶来做比较。那他的比较呢是跟这个从来就这个也是住在乡村里但是牲口栏跟他是不在一起的，而且喝的一直是高温杀菌的那个牛奶的孩子做比较。他们发现如果你的家旁边有一个牲口栏，然后你从来不喝这个杀过菌的这个牛奶，你得哮喘的比例跟那些孩子比起来只有14%，过敏哮喘的比例。
过敏性鼻炎的比例只有20%，这是5倍之少。然后他们呢，这最后一组呢，就是说当你1岁之后再住到一个房子里面，是牲口栏是跟你连在一起的，然后再喝这个没有消过毒的牛奶，这群孩子比起来，他们呢就跟这些跟刚才讲最开始的那个对照组啊比起来，他这个比例呢哮喘的比例呢是88%，那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比例呢也是88%，所以你可见就是说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有牲口栏，然后又喝没有消过毒的牛奶呢，可以减少你这过敏发病率5倍以上，而且这个保护的功能在1岁之后呢就基本消失了。所以呢，不仅呢要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呢，而且要在1岁之内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中国家长是不可想象的哈，就是 ，OK。所以，那我们发现说，确实感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让人不太容易有过敏。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给孩子打预防针。他得了中耳炎，得了肺炎、气管炎，就不给他用抗生素，因为这对孩子来讲是很不好。他有可能有一个很严重的感染，说不准就会死掉了，或者是有很大的这个，身体上的缺陷。那有什么办法？到底这个细菌里面有什么东西，让可以保护人不容易引起过敏？那这个呢，就是在2002年《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里面发表的一篇，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医学家呀，他和他的团队呢，就到这个一个城市里面 ，random 的到人家里去，干什么呢？就拿这个吸尘器去吸这个小孩子睡的床垫，他把这个小孩子床垫上面的灰尘全部都吸一遍，收回去，然后去把它分析研究。他在这里面看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叫做 endotoxin 的东西。endotoxin 是什么呢？是细菌分泌的一种毒素。每种细菌会分泌不同的 endotoxin， 所以它统称为 endotoxin， 是细菌分泌的毒素。他发现，在这个小孩子，就是这个吸过来的这个灰尘里面。endotoxin 的这个浓度越高，它得花粉症的比例就越低。它 overall 皮肤测试或者血液测试过敏的可能性呢也会越低。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重要的发现，就说这个细菌里面的 endotoxin 可能是引起免疫系统不要产生过敏的这个东西，我们并不需要细菌整个这个细菌本身。但是呢，这个 endotoxin 本身呢也有一个问题，它被叫做毒素，就是因为它有毒。大多数的 endotoxin 对人体是有害的，有一些呢它对人体也无害，但是大多数是有害的，所以没有医药公司会愿意去把细菌里面的 endotoxin 提取出来，然后把它做成药给孩子吃，因为这可能对他身体有害。那么有什么样的办法给小孩子提供 endotoxin， 让他们少过敏，但是呢又不让他 expose 到这个 endotoxin 的毒素？那这个课题呢，还是在免疫和过敏学科里面，就是还是在被很 active 在研究。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这个结论，但是这一个research 结果我觉得是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还是蛮 encouraging 的。它这是在 Lancet， 就是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它用了什么呢？它用了这个东西叫 Lactobacillus， 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乳酸杆菌。对了， Lactobacillus 就是我们常说的乳酸杆菌。乳酸杆菌这个细菌呢，在我们人的肠胃系统是天然存在的。要知道，我们人的皮肤上是住满了细菌，我们人的黏膜组织上是住满了细菌的，我们跟这些细菌是共生的。很多的细菌对我们是无害的，
有一些细菌有害，但很多无害。但是乳酸杆菌不仅无害，而且它帮助我们的肠胃系统消化食物，所以它是有帮助的，有益的细菌。那这个医学家呢，这个医生呢，他做的事情呢，他就是在怀孕的妈妈当中，在他们怀孕一半的 second trimester， 就是三个月以上的，三个月以上呢，就开始给他喂，每天让他们吃乳酸杆菌。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呢，如果这妈妈喂母乳呢，妈妈还会继续的吃乳酸杆菌，然后给这个孩子吃乳酸杆菌，一直吃到这个孩子到六个月大。那然后呢，他就把这些怀孕的妈妈分为两组哈，一组呢就是给他们含有乳酸杆菌的这个胶囊，另外一组呢，它里面含的是对照物，就是没有乳酸杆菌。就他们发现呢，在两岁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皮炎的发病率呢，吃过乳酸杆菌的这个妈妈的孩子呢，他的发病率是没有吃乳酸杆菌的这个 group 里面的二分之一。所以从25%到50%，所以这差别呢是很大的。那这个 group 呢，它是看的就是说那种我们叫做过敏高发病群呢啊，就是说这个妈妈她本身呢，比如说有过敏，或者她有一个大孩子有过敏，所以它是过敏的发病群，高发病群。后来他们曾经做过 follow up study， 就是说在这之后把这些孩子一直 follow 到他们七八岁的时候，那发现这保护性的这个东西呢就消失了。但是后来呢，其实从六个月之后，这些孩子就没有再继续吃乳酸杆菌了。所以现在呢，如果我看到一个病人进来，如果她怀孕了，她如果自己本人有过敏，她如果前面有一个大孩子有过敏，或者她老公有过敏，我会建议她吃一些乳酸杆菌，就在她怀孕和哺乳的期间。这个乳酸菌呢，其实就是把牛奶变成酸奶的这个细菌。但是你知道你在市面上买的酸奶啊，绝大多数都已经高温杀菌过了，所以它里面乳酸菌已经被杀死了，没有了。所以只有一些特殊的牌子，以前呢是在 Whole Foods 的这个什么 Trader Joe's 才有买得到，现在 Costco 也能买得到了哈。它里面特殊呢，在后面再把乳酸杆菌再加回去。所以这些呢，有的时候我会建议我的这个怀孕的妈妈，他们如果她是高发病群呢，让他们来吃这个东西。 OK， 所以我们刚才就讲到说这个卫生假说和它跟它有关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医学研究。所以说如果你要想你的小孩不生病怎么办，搬到农村去，然后造一个房子，旁边再造一个那个牲口栏，让你的那个猪啊羊啊住在你旁边。然后还要怎么办？ Eat dirt， 让你的小孩在一岁之前，就像这里面讲这个蚯蚓一样哈，他地上捡个什么东西放在嘴里，不要拦着他。在沙坑里玩，他摸脏了放在嘴里，不要拦着他。就像我们讲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中国人这个千年古训哈，是有道理的。这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至少在过敏方面它是有这个有原因的。 OK， 好，那我就已经讲完了我这个第一部分，就是有关这个过敏跟这个免疫系统和这个过敏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可以 take 一个 break， 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这部分可以问一下。那我们休息10分钟。 OK， 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吗？有什么私下问题可以问问徐医师的，可以当面请教好吗？这儿放了一些我的卡片和刚才我诊所的这个 information， 好像都拿完了哈。这卡片还有一些，如果大家如果有需要，觉得还需要一些，希望拿到我的卡片呢，还有诊所的 information 呢，我在这儿有一个 list， 你可以写下你的那个地址啊，我们可以给你寄一些过来，以后也可以一起合作啊，治疗我们的病人哈。
如果有需要多的话，可以在这里记一下你的名字，我可以记给你们记过来哈。那这是我诊所的，就是那个我中文的。如果有需要多的话，可以记一下。对啊，我可以给你们记过来。眼睛会肿吗？眼睛很肿吗？其实我今天的这个，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就讲一个，就是说我们所大家最常被包的、最常见的过敏性的病，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和结膜炎，也是俗称的花粉热。Okay. 所以这是呢，我们就讲一下，今天就讲一下这个花粉热哈。所以在下面的时间里面呢，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一些有关这个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的这个统计数字啊，它的定义和它的这个诊断，还有一些常见的可以引起过敏的这些过敏源，还有一个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它可以跟它有联系的一些疾病和它的治疗。那我们知道在美国，up to 30%的成人和40%的小孩有过敏性鼻炎的问题。那在美国呢，看你不同的统计数，有人说从大概4000万到6000万的人呢是 suffer， 就是他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症状。那每年呢，这个治疗过敏性鼻炎所花费的这个医疗费用呢，是每年的增加。我们治疗过敏性鼻炎，刚才有医生曾经来问我，就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特好的办法哈。那么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有一个特殊的治疗方法，就是脱敏免疫针。它不仅是在我们治疗过敏性鼻炎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它是唯一一个有可能，不是 guarantee 的哈，有可能治愈过敏性鼻炎的方法。那统计的数据表明呢，脱敏免疫针呢，它对85%的有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可以很大程度的减低他们的症状。然后 up to 40%的病人呢，有可能会过敏，可能会因为它而治愈。那过敏性的鼻炎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讲一下它的这个定义啊。首先说，他说医生啊，我这个到底是我又打喷嚏又流鼻涕，我到底是过敏呢还是感冒？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其实在最开始症状刚刚开始几天当中，这是很难区分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感冒它其实也是引起鼻子发炎，那病人也会有打喷嚏啊、鼻塞的症状，但是他有的时候会伴随头痛或者是发烧。过敏的病人是从来不会发烧的，所以这个病人如果有发烧的现象，他一定是感染的。但我们知道，当然很多人的这个，尤其是成年人的感冒是不会发烧的。那还有一个怎么样区分呢？就是说，感冒的病人最开始他流的鼻涕是轻的，但过一段时间他就开始流浓鼻涕。而过敏的病人流的鼻涕从头到尾都是轻的。感冒的病人可能轻鼻涕流个3-5天，然后他就开始变成浓鼻涕。但是过敏的病人，如果他的过敏源存在3个月的时间，他是3个月时间内一直流的都是轻鼻涕。所以这也是一个帮助我们区分过敏和感冒的一个方法。
我们知道在西医当中说呢，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病毒事实上是一种很脆弱的生物，我们人的免疫系统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杀死。事实上只要一个健康人的免疫系统，每次感冒的 virus 来的话，你都能够自己把它杀死，所以它的症状呢，一般10到14天之内就会自己消失。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市面上的抗生素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种抗生素可以用，对吧？其实这些抗生素都是用来治疗病细菌的，没有一个抗生素现在是治疗感冒的。这原因除了是因为感冒的病毒经常会变异，它是非常非常容易变异的，经常变异，然后你没有办法去造一个药能够赶得上它变异的脚步，是不是？除了这之外呢，还是因为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感冒呢我们自己会好，那抗生素有的时候会有副作用，所以你没有办法 justify 说给病人一个有副作用的。